心，有这点的灵性，为咱清净的心灵，我爱顺着无义啊，定到这么清的心，是灵魂这点灵气，我回着无啊，这么清的心啊，这拢是通咱的灵感，回着这条灵魂，一点会通清咱的心啊，这是原天原性，转咱归现世性，灵魂的天性，定着咱顺无这条本性。出现咱家己的灵感，这拢是对着单纯咱的无缘的灵气啊，顺着这么清净的心，咱伫心内转一明，回着咱这条气通神，无娘伊爱咱的清净，对着咱的心的稳定啦。这才是咱道家的灵性，真理是天灵来，会出清家心在呀、啊，是咱以清净的气，无啊，伊爱咱真稳的心，转着现世界的灵魂，度到这么静的心。灵源是灵天气，回着母娘定落心，是咱转灵这条性，显露清界咱的本领。你有一点清净的天性，咱再来行现世的本性，是咱以正法的天。拢是顺着现世界灵，我才有这呢稳的心性啊！拢是显落来的本性，得到青天的气，我有这呢静的心性啊！转着咱这呢稳的元灵，是咱顺着。清净的天，阿母啊来讲，会静的心，才有这呢稳的灵气，是灵魂这条灵性，是咱定法先天性，无形伊的灵气，我爱行的顺秒性，显着清界。咱的天命顺着原来无性啊，是咱以清净的天元，照咱老母伊的精神啊，一点有顺的灵气，我只有行向先天的顺定，拢是显落来的灵气。我向着无形上，这个心是咱行回这点灵魂，搁再顺灵，咱搁再现一条的清。我随着清净这点灵气，搁向着无形进入着咱的清灵。这个天元爱予我会顺。向着我这条神自在，行向正法这个神的本领，一点青天拢是灵气。看咱这呢啊清净的心，是咱有稳定这条灵性，是咱搁再顺加定咱的神，是灵魂这点气。是咱向的这么顺的心，
真理是天灵性，显露是顺天性，爱互咱有稳一点灵魂，是你以清净的天界，我爱看出清灵的自在，是咱一点清净的天，拍通咱罗家顺母啊的心。你有一点清净的天灵，母啊爱咱的纯净，一点灵魂的灵气，我只有看到清净咱的心。有咱这么啊稳的灵气，我再来讲顺家现世心，得到清净的天理，我只有行。这么顺家的心，无形伊只有静咱的内定。今日我只有用心来讲出着清净，咱母娘的一条原形，这是咱清净的气，通着我的心会知。我将着无映出着这个心的意思。是咱罗家这个灵气，我转着心清家己，是咱罗灵这点原性，代表先天咱的母神，定出着这条灵魂伊的归灵。今嘛我只有讲天的本性，和我心内底最主的天灵。这是咱原来的灵气，来讲有这么啊清净，顺到咱的心底。我有这条清净的法界，来生着无形最主的自在。这是咱灵魂的灵气，咱以清净落咱的心神，天元是灵天来。道灵是现世情，这点青天则是顺气呀。是你向着无形这条灵性，嘛是你看到现世界的神。我有这条正法的气，使我清净顺母啊伊的性。这是咱看开。灵伊的本质，我用着清净这条灵性，复回原天这个本神，是咱以清净落家，我才有原来这个武器，定着这么清净的顺心，我才会当向原来这个本神。一点青天，一条灵气，啊，拢是清净咱的心，有咱元灵一点气性。我再来讲一点世间我的本性呐，我伫心内底，我只有讲清净，落伫原来，我只有讲金妙的心，这是咱。出家的灵气，直传我的心情啊！这是心的正实，所以讲我用心来操练，才有这种清净的本性，证明我的心是照原来这条灵气，助我清净合咱的性的。真理则是天元，显露则是精神。我有一条罗家的灵性，一点青天，一条灵气，是咱看到先天的本性。灵魂是先天性，罗家是母娘气呀。你有一点。清净的天性，
我再来讲顺家稳定的本身，你有一点正法正天灵，是咱以清净的法界，咱才有这点灵魂的自在，这点清天这条灵性，咱只有看现咱的本灵，在咱今嘛元天的气，做着咱这世人的心，这才是咱传法，咱的本灵顺着正法的教，是咱得通阿母啊的灵性，世间我才会当出家这条心，这是咱顺着通灵的法教，这点清净的灵性，是咱母娘啊，伊予咱遮尔稳定。我用着清来代表，无形是通的，这才是我老家的灵气，代表金庙顺这条神为主啦。真元的灵气，现到咱的心清明啊，拢是安住咱的灵气，心内底咱知影。是咱老母言能言，做我即工去的顺势，用着咱的法界度咱的灵，归咱老母啊，这条心的，拢是现当当，咱知影的灵气。一世人，我要甲转互伊心平，无动头去。这才是我讲的青天灵性。一条真稳的清灵，上苍显露是灵法界，度咱一点青天来，回到一点元天神，这是无形的天性，咱爱看现，则是顺心，予咱行的这条灵气，再来讲直通。金母娘娘伊的本性啦，真元是天灵性，爱咱恢复清天性啦，依咱有稳这条灵魂，转过着清净咱的心性，真理是天法界，拢是清净咱路心。是咱开源无牛气呀，这是咱通着清净，咱以元灵伊的真意，在世间咱只有用上观顶的，咱会当合甲原来这个本性本质，这才是咱一口气来讲老家的灵魂生老母啊，伊这条真意呀。是咱顺着这个天性，是咱要来讲着元天的神。今日咱只有请家己甲母娘合作伙，这个一就是神，嘛是全，这全完成，这才是咱通家己的真心，甲母娘相共的本性，是咱以。正天的灵气，咱爱顺甲通灵，这么清净的心，我爱是念条条，母娘啊，伊的信息提供着我今啊这个资料，我用着心来接受着母娘伊的神，定伫咱今啊在世间这个道场，发酵着清净，咱这个心明一达。这是咱照意啦，要让咱家己会当愿天愿气，做着咱在世间行清净咱的本性正路一条心啦，真愿这点气现到这么清净，这是咱的顺性啊。
这世我爱是家己的心的明白，我有这点青天的灵感，因为我即马就讲到清净的气呀，这个慷慨的理呀，心无主动，心无所求，心无自私，无自利，这才是咱通灵的法界啦。咱用着正理、正气、正义，传着咱合情合理的真心，修着咱的灵，这么自在。这是咱的规律，人的规矩啦。合着咱这么中德、中和的性，真觉拢是天界。心道家则是神自在，上苍的灵气，转着这么啊清净的心定，予咱以灵源本性，咱才有这么啊清的天灵啊。是原始的灵气，嘛是你向的先天的本性。我有这么啊清净的天界。是灵魂伊的灵气，咱直通阿母啊这条心，这是咱顺着清净的天，拢是回转这个天界，我再来行向清净的自在。灵源是这点气，爱咱向的是这么静的心，这才是咱出家的灵性。你有这点愿天愿神，咱再来向这么稳定。阿母啊，有这点灵魂，伊的灵性，拢是直达的天界。你再来看见心灵现在在呀，这是咱清净的天界。咱对着心稳定的自在，灵魂只有这个店铺。塞入啊！我这个信号，我才有清净无量伊的真气，发酵着这个天意，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性，带有咱母质这个本性，拢是真心性、真庄重。我才有这么清楚的天界，无量净甲我的心。出现到这条灵魂灵神伊的自明，是咱看到清界，咱的心会知，这是咱在世的灵性，恢复清界，咱的本性自在。天灵是灵天性，爱咱看甲这么清净啊，是咱的斟酌。是咱的姿势，咱非常的仔细，搁仔细，细心搁细心，细腻搁细腻，安尼我才有这么啊清的尊性，恢复着母娘这种大法伊的自在，修炼着咱的定法先天的本领，是咱归落来这点气，要传播。正法的神出现，真理则是灵性。咱爱是行向前，无形伊的真气，只有顺着咱的心清净的天元，这种力量，这是咱无限的能力。抓定着我今仔会顺这个灵性。因为我力有够，能够，所以讲，这才会当行咱通灵的天性，足够着咱的心反应，传着这条清界的天性，金宝娘娘掌握伊的天庭，灵源是灵天来，道灵是气自在，献咱一条正天的灵气。予我来行，则是顺咱的心神，拢是恢复
咱的原来原因，按咱再来讲，就通灵顺甲这么清净的气，这是咱无形的精灵。世间咱只有深入，咱这么精，这是咱进入这点灵性，嘛是我来讲，就顺甲这么啊安定。无形界爱我用心，这才是咱道界去通灵。心伊是清净，伊是明白，无唔对。但是伊未讲话啊，只有靠着我即马这个心感，用着我的灵魂，这么悟性，咱才知影无形界伊这条天灵。拢是精慧咧传达的，安尼咱才有这个精气的本来迄个精神，是咱爱这个人，志内底这个人，咱才会当发酵原来咱具足迄个功能。这是咱传法这点气，要来讲到上头前、上源头，这个精神。显着灵源的灵气，转着清净这条线，咱所有拢讲甲精子尔尔，只粒子，子内底你也知影讲过一粒人，这则是咱即马的阶段。你讲会入啊，这个无形伊的内定、内性、内根、内源，是咱一点。青天的真气，要让咱的心走向正法之心呐，拢是会当讲清家己的心性，印证咱佛祖的天神。灵源是现世用，传咱一点通天灵，回到老母伊的灵气，拢是原来咱的灵性。接触到元天的本心，有咱这么啊顺，无啊再来讲一点去通灵现在世，这点元素的灵气，咱只有行这么顺的心，显露是元天的真意。啊，无啊在讲，这是道界神上苍。这是灵气，现落这是顺母啊！咱爱是这条灵魂的通神，发酵着母牛伊的心，这粒精神，安尼咱才会当归元，拢是相共的。这个天性，这个根源本意，是咱要带做伙，要倒转来。结合真法本意是灵天来，回咱定法清天的气，是咱个人你爱思考思想，思到你爱变正思维定性啊，决定啊，选择个好啊，是咱内外相欠。外表的甲内在，咱要将着外表的所有发生的、所有的经典、所有的论、所有的律知影，然后这古圣先人所说的，咱要甲提入来，伫咱本来基础来使用、来妙用、来善用、来运用。安尼则用一足，用一息，这粒真久伫咱的心内底结果啊，是上苍这个天性，爱咱看到清界这尊神，咱人若看到开花就欢喜啊。但是有诶会开花未结果，但是有诶会结果未开花。咱是爱对底啊，
会当开花复芳，结这粒果会结实，这才是阿母阿爸爱的种子，嘛是咱在世间想要行转来这种完全，咱的本性，这粒完整，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真气。咱的行心会知影这种重要的清净心、灵源的灵气，做着清净合神。灵，伊是这么清的天界。今仔我要讲是正法的神，当然咱要讲的是天顶的真神呐，众神之神，幻生之神呐。寄生之神啊，今日所有咧讲的资料，是阿母啊，予咱记住，这个本来就是如来。今日咱会当伫在世做好，就要如此归咱的本来，这个如来的真性，这才是咱来去自如。这个都是往法的，往佛的。安尼，咱才会当较多一般般，拢是清净的天性，拢是平常咱的心灵，是咱归着正天这个线路，咱才有金母娘娘降临。现世界，咱只有用清净的天，打破着咱个人的脑想。今日咱彻底要让咱这个脑神经转回到无形这条灵魂的空寂，这才是咱灵天的灵气，心空搁寂静，这才是阿母爱的原性，让咱在世间接会到的真神落在咱这个身躯，咱这个身躯才有这个声音。代表老母的真心发体，是咱要行这点灵气，是咱要规天拢是相共的金光体，显着正法正理，传着这呢顺解心意。我只有讲灵魂的灵性，转过着我的心平和。这么的稳定，一点有顺的灵气，咱爱向的这么顺势，有咱这条灵魂的灵感，啊，这是咱顺着通天。阿母啊，来讲着这么的稳定的心，拢是直达的天元。母啊，再来讲静的顺。我有现主持的灵气，是要来通甲咱的本性的，这才是咱原来的灵性。你的心清楚在世间，咱的本性如灵啊！一世人，咱要家己救家己，印证家己，咱这条灵有神这种功能。是咱在世，咱就要照着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本自然，这种信息，这种活力，是咱这个想要活，咱才有讲活佛。咱这条青天的灵性，活新鲜，这种本领。现在咱原来这个灵气，咱才会当传到先天老母这种至极，是咱原始这个天性，是咱用着清净这条心，敢亲像火箭嘞，一射射射射射射，射到咱老母才停嘞。咱有充足有积足这种燃料，这种能源，安尼咱才会当归元。这个本性都当然如来，才
尽咱家己的本性，学做真如，伫遮永远的寂静涅槃，是原始这个灵气。咱人要了脱掉四生六道这种关系，是我即马用着灵性生死，我只有选生尔尔，生你才会当来个不生不死。安那讲？迄无咱的份，咱生着永远拢活咧啊！你着免阁一摆生阁死，一摆生阁死，有始有终，有始有终。敢若时间推压咧，害这边东，害这边西，害这边东，害这边西，袂停，直接轮流轮替袂停，直接转转袂停，转袂止。是咱在世间这世人，咱着要倒转来拜班啊！咱无爱拜地府遐个轮回，搁受人管束个，搁无自由迄个班。今仔日心清楚啊，无爱搁压因，啊你着免行果啊！啊你若无这个因果，你着跳起因果顶悬拜班。咱只有用菩萨身佛、神仙活佛这个班啊，安尼才我都参加。咱瑶池金庙的龙华盛会、蟠桃盛会，3001处，1000年，这个树啊也当臃肿，1000年开花，1000年。结果，咱才有蟠桃来举办着盛会，来祝福着咱老母伊的寿诞。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今日要证明咱在世间，你这条心有想要倒转来参加无？这才是咱今嘛的发号，你的功能要晒出来啊！是咱有一条正天的气，咱要直通无形界心啊！真元本意是天灵性，爱咱转来现世境。这种无形的灵气，咱在世间这个身躯，要用着灵，这种无形上的，这种。无版本的，要讲甲会这么顺，这么通合，爱苦练，爱苦修，爱苦集，咱才要来灭道。因为要行到钱脉，一定爱靠这个道的教育。所以大家拢要讲涅槃，如来应供，正遍处。明圣祖、善士、素贞子、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甲咱即卖咧讲姊妹姊亲，甲咱念书时的言辞，甲咱所有讲的无极，这拢是相共，只是教门地方伊所有的命名无共。但是咱即马是要真知影，这命名咱知，但是我即马这个信息已经来到真崩啊！这才是咱彻底的知影，在咱的灵，在咱的心有符合这祖师爷的命名来到上悬，无干扰的，无困难的，无束缚的，未生烦恼的，未甲咱高高低的，这所有的。浊气是安尼，咱才会离开掉。即马这个浊气，浊气伊才会当生万事万物万形万象。今日要指清，就是倒当来无娘这个真正金心不坏，金刚未坏，这才是咱即马咧讲的金妙元体。
是咱这条敬天的灵气。母娘是真高贵、真神圣，会当予咱所有的灵来甲伊尊敬的这种伟大的精神，这种真光来甲咱照耀，予咱每一个人的心境，予咱每一条灵伊的温暖热情。是用安尼咧甲咱敲的，用安尼咧甲咱导的，用安尼咧甲咱画的，用安尼咧甲咱叫的，咧甲咱印的。这是咱传法一点灵气，咱来甲虚空，清咱家己的心，这个都自然互咱讲，咱毋免比了，嘛毋免记得，嘛毋免紧张，嘛毋免伤咱的脑神。这才是修道的快乐啦，修道的清凉清爽，是咱爱活的会快活啦。安尼咱才有这条青天的气来供应，无限搁再无限的力量，这种电波，这种资源，这种资料，是咱走向青天的本性。世间我要做的是我的心内底这粒人的布施的传道，这才是咱清净。你有够威啦！现着咱原来这个底，咱的心若放到上底啊，先天迄粒种迄个人伊就不易啦。这就是要咱找灵天的灵性。要咱这个爷，就是咱这个精灵，要大汉。安尼，咱的灵在通啊，咱灵在做工课啊，灵在想讲，我要活甲足勇壮嘞，我要倒转来先天归咱的母源啊，是咱爱有十足这个能源，十足这个法力啦，无边，咱才会当行向。这个大宇宙、大空间的灵性自在，正法是天灵的本意。老母啊，向的则是顺咱的心。我有一条清天的真气，咱爱行向清家己的心，伫咱会当依灵的显露。我走母娘这条灵气。做我，现主时，我只有用家己的心，原体本性来传着金母娘娘伊的主要。这个天理只有向着咱的本性，上苍咱的主神、咱的主庙、咱的指挥官，这个主公，是咱以正法这个天性。上苍予咱遮尼纯的心灵，献着清净的天理，我才来行金母娘娘啊！你会当讲着顺家的神，是咱归元现世天，咱才有母娘啊，在甲咱化灵力啊，献伫咱遮尼纯的灵气。咱所有拢是灵，老母啊，伊的身份，老母啊，伊真正筋骨，所有这粒心落来转的，直接咧活的，是咱有这么清楚这个天界，是咱的圣经内底这粒人这粒种，要来修缘，定来青天是灵气。落地安定，则是顺利；现咱落家，则是灵性，是咱一条的稳固。今仔我只有传着咱的清净，金母娘娘伊予我心的明，伫咱即马会了脱会明白，你所有做诶，搁正体。今仔咱要讲的是正面呢。这才会当顺到咱的心，向着咱无形这个灵气传播。
老母娘娘也真意，这个音团，这个音法，这个音声，落伫咱每一个人的发音耳仔内底，这是咱传法的灵性，要来结清，就打击啦。咱这条青天的灵性，要让你知影，有先天的老母来甲咱教育。你甲咱话，叫咱倒转去归院，敢若亲像咱过年诶时阵，咱拢爱拜祖先，搁出来一道有无？伫遐归院为老，是元天即点灵气，是咱佛祖即种天命，这是咱原来诶灵气，嘛是咱一世人走向。穿家己的心头，显着灵源这点灵气，来到虚空这条本性，无形就用神献出着咱的心。今咱用真心，走向着无原体，咱才有这条正法的灵气，充满着现主时。咱的道力道光，无形爱咱道中这个中心点，咱才有归元这个灵性正体这尊神，这是咱道的幻身，众神诸神、众庙诸门，你家己拜，看到老母也天宫，过去咱的拜位，过去咱伫遮。定掉咧，这个元素的灵性、灵界、灵神伫遮，这才是咱讲的正法正理。传着咱的心，顺着这个天意，拢是无形的安排。咱才有在世间，咱咧讲的康天康性，是咱一条。现主时的灵性，咱再来讲顺家应无心，天元是灵天的性，爱咱行顺无的心。我有这条灵天的灵气，是世间应无顺我的心，向着清界才心报道。咱在世间。是顶天立地啊！咱才有今日这机会。我爱是现主持的灵性徛掉咧，我即个拍卡顶下着虚空，卡达地庙，所有诶，互咱食大衣食住行，拢毋免交费诶。是安尼，我再来讲着青天的灵气，这是咱人定规矩啊。咱人要甲你税收啊！咱人你若做唔对，要甲你制裁啊！安尼咱人才袂伫遮争乱战争啊，发生着大艰苦啊！天地无咧插你啦，伊会当互你生，你走袂去到天地的这个掌中心啦。所以你较好嘛是一世人，较欠嘛是一世人，你要修持。较艰苦嘛是一世人，你无爱修持，直接浪流连，直接骄傲嚣摆嘛是一世人，是咱爱考虑搁考虑。今日对倒来，要安怎转去，才是重要。今日做人是要做啥物代志出来，才会对起着咱东王公西王母啊。这个真气，这条肉体，咱要安怎来回向？要怎来感恩？今咱食这个天地，所有的四季，咱才有今嘛所有来来了的资源，互咱食，互咱住，互咱穿，这才是咱真正的心，你要去感应感恩。所以讲，咱只有向着天外，金宝娘娘伊的灵气，金宝娘娘是一个称呼啊。金母娘娘，伊是无一个形体啊，
只是咱去甲描述，伊就即马金宝娘娘伫遮，啊用着咱即马咧讲的陈三娘、陈情姑，用着咱即马咧讲的李三娘，啊是讲林三娘、林母娘，啊是祝生娘娘，伫遐举起身，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架。咱来讲到顺母的天性，咱有这条青天的本性，你就会当看见咱这条出神。在咱今嘛无夜无杂，无空无坐，你所有无烦无恼，用到这个真法来伫这布施，来伫这讲道。今日咱一定要行功立德，行功立法。这才是咱个人爱归属的，是咱即马特地爱知影，心内底呀，你这条良心爱普，现着青天，这是灵气；转着顺家，这是天命。咱伫这个群众，在咱即马修行者内底，咱来来去去拢有咧共参，啊，你着看出。现主持的修行者，伊要铺头困难，是甚物缘故？认真努力无够，基本步无照着先佛，无照着母娘伊的定法走进去，无多忍耐，无多吃苦，失去功效。今日咱要将着老母的撇步。老母伊真正真心发问定伫遮，这就是爱个人去探讨。今仔只有讲我家己受到母娘伊的温素，受到母娘的教育，我有今仔日这种表白、这种传达，拢来自老母啊这个先天的发问。根本我本来嘛是拢平常时的人啦，44岁接触到咱今仔日讲的老母，甲我救回来，认做囝，我已经做23年，这个天公的代志呀。23年我嘛拢无趁钱啊，但是戆啊过，我今仔心会欢喜啊，我脱颖而出啊。甲别人无共款的来电啊，这就是咱的磁场，你的磁力线发射着光明，这种功能啦、啊，人这上重要啦。今仔日赚足侪钱呢，过来用闹耗，越来越去啦。你是抓袂掉的，用袂到的嘛，用得到是一丝丝啊嘛。是咱今嘛这个灵气。好野人伊食真好，但是惊山狗啊，食袂落啦。今日较普遍修行，逐工伫遮经，一工爱2点钟，早课1点钟，暗时1点钟，可能爱1点钟、2点钟来拜访方丈的，你阁爱甲伊对谈，你阁爱讲道理互听，食天公的头路，就是尽职啦，尽力啦。啊，无啥物计较的啊，啊，无啥物好等的啊，因为我这个等，就是天公伯啊，这个大周天、大殿堂所供养我的啊，啊，我有啥物好等？若无这个等，我就讲袂出来啊。恁修行者，大家嘛爱安尼啦。啊，你唔通讲啊，阮这教较好，恁那教较唔好，灵山派就唔好。今仔灵山派。会当徛伫遮讲话，讲23年拢无断，每一工拢安尼哦。不管是你有出家无出家啦，若有讲23年，照安尼照规矩来讲的，照搁照了，我唔敢讲无啦，甚至搁较久。但是我是真正专心专注哦。地位考了后，我爱看真侪经册，甲人相谈。爱知影每一个人的性，所以讲我的老师是众生啦。所有的身躯的演变演化，所有的表演，
来来去去的出入，安尼我才啥有道理啦。唔是这么简单，你看两本啊册，啊穿着外口这个衫，啊拿一支棒啊，啊我着走一个啊。你真正功夫有甲遮，程度有甲遐无？你有配合穿这领衫无？我是用买的啊，我是苦修的啊，我赞同苦修的啦。啊，若用买的遮有无？你还佫加油啦，唔是无好啦。你会当穿伊个衫，都有这个价，但是价你爱看讲有资格啊无资格，这就是大家勉励啦。因为要大家功夫进步，要你会通达到咱老母这个元天呐、啊。啊，这才是咱真正心志做天志修行人担当的工课啦。是要突破啊！啊，若无突破啊，哦，大家道理拢唔研究啊，啊，拢要共消灾解厄啊，要来趋向，要来趋向有无？向极这边的尔尔，啊，这拢是里头嘛。修行你里头若看重有无？你行未出来这条命路啦。真理是顺天性，现咱转来是现世性。这是个人真心嘛，要甲大家来探讨。所以讲，咱若无探讨，你真诶，这个步数绝对无法度伫咱诶心诶内底啦。今仔我是讲内在这个心法咯，外表诶我是学淡摩祖师哦。淡摩祖师伊是传心上重要诶哦，迄昧论哦，是伫咱诶性诶内底哦。五性论咯，所以讲，咱今仔日这相，咱拢无爱啊，破相论嘛。所以讲，咱爱真相，你才会当大家，咱即马这个心的原型嘛。今日心若肯做，你捌的就比别人搁较深入。这种奥秘呀，无虾米啦，只是你唔知，才知讲哦。啊，原来这个古井这么深嘛！今日这个古井，你要甲形容深，只有一个啊，用到无形的，你才知影讲偌深啦。所以讲，无形的力量胜过着你有形的外表。今日你一定要修内在，你这个能源在无穷无尽、无穷无尽的力量，互你散，散一世人，互你来用。公用哦，唔是私用哦。今仔日这个道场是一个病处啊，但是咱所有的开机到即马二十几年，拢无去震动着，只有机而已。但是咱所有的训练出来，大家拢会当敢若像讲照母娘这个工课，安尼咱来发展，来推广母娘这个精神的伟大。这才是咱真正爱做的啦，在世间咱会知影答案啦。一条灵天的灵气，献伫咱纯洁的心，有真侪人伫心灵边啊咧效劳，这无唔对，你袂去做歹。但是迄是外表空气啊，迄嘛是布施啊。但是你爱受着乞丐，受着忍辱，你要怎精进？你要定得住，你要有上界悬的地位。你伫边仔咧效劳，你道理一定爱搁捌入去，甲切入去，真正好好啊做一世人，安尼才袂偷食补啦。有诶咧靠讲，啊，即我着做金宝诶代志，做东王木工诶代志，伊会我靠，只是淡薄福报啦。你即粒心若无改，你完全甲修行是无缘啦。迄、那个效果都无出来，你这个性你是爱一直逼，一直考验。咱这个杂性才会当变单纯的性，性是每一个人去体会出来，每一个人去抓出来，唔是讲我会当啊这个性恢复、回向给你、分给你。因为你性无到遐，你今仔听到啦，你是总统，譬如讲你是总统的朋友啦，啊你甲总统。都亲情足好个无？
总统讲啊，无我一个部长级、部长级，互你做啦。啊，你文凭，啊，你平常时拢无去接触，你接迄个课，你就无迄个功能啊，你就无迄个领导力啦。所以讲，用安尼来比咧，先一定爱家己亲身去证明。亲身去证实，亲身去操练，这才是咱的印刻，献伫咱原来这个灵气。今日你讲到城内底啊，甲咱这个身躯所有的表演，迄是天差地啊。真理的灵性，顺着天元的本性，当然初初一定爱外表来配合着咱的内在，但是咱即马着外表。迄、那个相咱无重要，但是咱爱做，咱嘛是去做啊。但今仔咱要讲的是你要怎离开着这个世间啊，会当活到老母这个永远永远啊，这才是咱真正修炼这种法门，天元有落现世界，定咱青天这点气落伫青界，咱的无形。好啊！
いいで愛ならを愛えれいろおい愛なを愛えれいろ愛えれおえれいでおえれいでおえれおえおえおえ愛なを愛えれいれれおえよHey, hey, oh.